电报检查单。大家不用担心，请把安全带系好。成都，成都，四川8633请讲，现在拨打。我相信常建的，他肯定能把飞机给开回来。请相信我们，我们受到专业训练，有信心，有能力保证您的安全。飞机下装出一个我会退，我们需要你的信任。飞人，飞人，飞人！四川8633，我叫不到他了。各位乘客，从飞行员到乘务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。请相信我们的机长，我们会一起回去。一定要牢记，当你认为没有错误的时候，错就一定会来找你。观众呢知道的就是2018年5月14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但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发生的，整个开始的过程是什么，观众是不知道的。这个职业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面对自己的工作，而这份工作要承载着很多人的平安，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呢？这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每一个人物都是真实的。你塑造一个英雄人，你要使出12分的力量。都是这样，都是这个就比较真实。当时刘机长、梁机长、徐日晨副驾驶在800公里的风速下是怎么坚持，我真的很难以想象。飞行员也是一样，有使命感，跟这个原型多去交流，多去探讨，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呈现那个人物。OK， 大弟。好。OK， 跟队，跟队，加油！好的，好的。这个戏很瞩目，刘伟强导演也有很大的压力。导演考虑的、想的要更多一些。它是模拟了一个整个的一个 A319 飞机，包括它的驾驶舱、第一级环境、三层联动，也是国内第一次做的。它的精确度误差不超过0.1度，可以俯仰观转。它有很多吸引观众进电影院的理由，一定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官视听的体验。中国机长，感动中国，感动你我。